想变成最慷慨的人，就连告别我都不吝啬，不需要某种身份小和缺仅有的自尊。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，静静的我不得不转身，大方的让他给你想要的。我刚刚滑 IG， 然后怎么样？我收到一个私讯，你刚才在厕所大尖叫哎、欸！我在厕所大尖叫，因为我在厕所，我在厕所做大事，然后 ，Oh my god！ 而且你们看他写什么，他的文字虽然晚了，让我给你你想要的，他有 catch 到，而且燕子有 catch 到我慷慨的最后一句。然后，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很不要脸，我就是慷慨。那时候 Reels 发起合唱的时候，我想说，那既然都合唱了，大家觉得我是他们的偶像，那我也要 at 我的偶像。我就真的很不要脸 at 燕子，我想说茫茫大海，你很不要脸，你很不要脸，我真的不要脸到极点。因为他想说，可是我想说，他私讯那么多，他已经。他会不会其实没有注意到这样？我想问他，现在就传出去这样，结果在中秋节的前夕，就是我收到了一个最……哦天哪！我刚刚在厕所，我真的是你有听？现在录的是我经纪人，他有听到我大尖叫。对，但我没有办法去录你，他没有办法闯进去，因为他可能就不适合，真的不适合。但是我已跪。合唱，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形容我的心情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我已经去燕子的留言说，我愿意为他做牛做马，虽然他可能不需要牛或马，但是没关系。有一天，燕子，如果有一天我能为你贡献一点什么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好了，就是我真的很谢谢他，然后。我现在不想做作，因为就是我刚在厕所里面已经大尖叫完了，我是 all thank you 的那种。好，总之就是我要这个影片就表达我的感动和感谢。多想变成最慷慨的人，就连告别我都不吝啬，不需要某种身份小和缺仅有的自尊。你最依赖的人，静静的我不得不转身，大方的让他给你想要的。我问你说非